血压下降，心跳薄弱。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擦汗。准备出战。医生，病人还好吧？在这里玩耍，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，一棚衰草，那几声蛐蛐叫伴随它度过了。灰色的年华是一串冰糖葫芦，就算是过节了，它一日三餐窝头咸菜就着大碗茶，几句老的歌词勾勒出如今的变化。可北京就是北京，这里是我的家，生我养我的地方叫北京，哭过笑过的地方叫北京，玩过闹过的地方叫北京，走过的路过的这里是北京，挨过恨过的地方叫北京，住过拆了的地方叫北京，吃饱了就睡的地方叫北京，这就是我的家，名字叫北京。是吗？想一想。想想。还尿不尿了？得行。闹铃响了，一天就要开始。刷牙洗脸是我自创的。要朵儿，刷牙呢？小磊子哥，你家真帅。父亲。成天鼓捣这没用的，还弄一裸女躺在这儿，说你有劲没劲呢？哎呦，巧妈，这是艺术。嘿，太懂艺术了。还是磊子有欣赏水平。上养老，喜欢逗逗邻居家的那只大花猫。可惜什么？臭流氓！巧儿，我现在发觉你发育的越来越好了哟。哎呦喂，差点洒你一身。得亏我眼疾手快，没事儿，这童子尿治病，正好治我这穷病。那是散财童子啊。老邱呢？又拼命去了。我估摸这是。这儿，再不再来一刀。这儿，这儿再来一刀。这不是李李哥吗？哎，我掐指一算，这一星期搅三回了，真行。嘿，我闲着没事儿，再来一刀。哎，好嘞，慢走您嘞，大爷。他这架势是要拆迁了，没谱，都说多少年拆也没拆。杨大妈，赶紧加回吧，油条都串味了。哎，瞧瞧，闲着没事干嘛去呀？嚯，这味儿！得了，要不我再回去躺一觉，一边琢磨一边伸着懒腰，饿着肚子突然给我一个警告，非让我去胡同里。秋师哥，这着急卸多少货呀？这么着急？死，蹲在门口蹲着呢。别提了，哥们，那满座，咱换下家呗。进来。
好运来呀，哎，好运来，我们好运。赶紧起，几点了都？哎呀，快点啊！哎，这眼瞅就高考了，也没看你们安排个早自习、晚自习什么的呀？装神圣。你要需要，咱也上啊。我不需要。你呀，需要的就是一顿揍。哎，就你那小跟班，方块头那个，前两天我在咱家胡同口。他跟一小姑娘，脑袋正着，有病！我从挂了味儿啊，就长成他这样的都能找着女朋友，你是不是讨厌？我还没练呢。前两天我们同事跟我说，有一个节目叫什么《中国新说唱》，你看了没？我还真看这视频了。有一小伙子叫什么 ICE， 长得还真有点跟你像，但是古广没你精神。你能不说话吗？德行。首都机场还真赶趟哎。点击导航去机乘客。哎，你那补习班多少钱？我觉得临时抱个佛脚挺好的，这钱我出。要上你自己上，你当我喂你啊？别逗了，我是想让你考上大学，让老爷子高兴高兴。要考你自己考。你这孩子，我要能考上，我指望你啊啊！你这孩子就永远都不知道珍惜。我要能时光倒流到你这岁数，我踏踏实实学，好好学，没准现在科学家了都。所以说，有的时候。这做人就是你在什么年龄就应该干什么样的事儿，所以说你要不好好学习，我告诉你，最后你只能种地。啊别，啊地都不给你种，知道吗？得嘞，这位爷您快到地儿喽，自己走两步吧啊。嘿，臭小子，哎呦，坏了。哎，你哪个班的？你干嘛去？哎，刘老师，小硕病了。哦，对，小硕是病了。你看我这一忙啊，给他请假的事儿都给忘了，怨我。
不好意思哈，谢谢您。孩子病了。病什么病？青春期的病。这年头啊，还是养闺女好，省心。你瞅我，儿子还俩。哎，赵总，你看我们合同什么时候给签了吧？又迟到了。是的，没问题，一定能如期完成，您不用担心。这是你的，不是我的。咋的？家里有矿啊？都这节骨眼你还敢迟到啊？公司大规模裁员，就像你我这样式的，都得回家。最烦的数学老师，见天儿的拖堂。我靠，够牛逼的！干嘛去啊？换奖品啊？恭喜您，这是您的礼品。在你身边，好运来，我们心相爱。好，嘛呢嘛呢？跑马圈着呢哟。哟，下班啦？你家许号机24小时许号呢？等着，送你回家。我今天想走会儿。那你把东西给我，我给你拿着。行，这要给你的，沈诺送我上门了。哟，硬的。哎，不是不是，齁凉的，自己拿家吃去。这车厘子懂不懂啊你？你走不走？不走我先回了，挺饿的。不吃拉倒，滚。哦，我先回家喽。都说了我不要，拿走。我不要拿走，给谁撒娇呢？咱们家还有人送礼了。我当谁呢？您今天表现得特别不好啊，回来太晚了。什么？你当谁呢？谁呢？人家姑娘有名字，叫巧儿。您都知道。巧儿，我自幼耳。许配赵家，
我住而不认识，我怎能嫁他呀？又买这么多罐头，用临期呗。嫌临期啊，你别吃，这叫一举两得，既能吃罐头，还能装炸酱。您说好了。哎。哎，您忙啥呢？我煮点面啊。去去去去，你煮的面没事吃。妈，修不修啊？跟您学的。过水了吧，老头？过了。嘿，恰饭点回来的？吃过了。瘦瘦吃饭了，吃过了。不明管。行。老头哪天扎的去？昨儿。说这方便面有什么好吃？您就惯他吧。我不惯着他，惯着谁呀？赤影啊！你说他一个半大小伙子，这晚上不吃东西，半夜饿了，你给他煮啊？嗯，这个实在合适。送过去。不去，没张嘴。您就惯着吧。来，爷，用膳了。您瞅瞅，一点眼力劲儿没有。你倒有眼力劲儿，啊？你这么大岁数了，你看不见呢。人悄悄喜欢你，你怎么假装不知道呢？您可别瞎说啊，人家可是雕刻世家，大家闺秀，哪受得起咱这老百姓的嚼舌根子呀？是不是？我妈走得早，您又当爹又当妈的，所以我跟您说呀，人家多看我两眼，那时候可怜我了。这么说，我真瞅不上。都在一个院里住着，街坊邻居的，谁也甭瞧不上谁。那雕刻世家怎么着了？门口摆一那吃不少腿的石膏人，每回晚上上厕所都吓我一激灵。我说什么了？啊，老百姓，雕刻世家，老百姓怎么了？啊，你怎么着就那么瞧不上老百姓呢？我养你这么多年。这些年我短你什么了？对对对，您说都对。行了吧，作为您的儿子，我的确哪儿都不短。嗯，臭小子。你吃完了？吃饱了。嗯。闹闹啊！干嘛去？喂猫去。你这是凉的，你不够的话，最好再盛点果巧哈。这人也惯着，猫你也惯着是不是？嗯，咪咪，嗯，烦猫，天天您还老喂。这猫能成什么灾呢？我跟家还养俩白眼狼呢。您悠着点啊，这么大岁数了，猫盆都上房了，惯着他们呀？野猫也是有自尊的啊，给它喂食儿得放在人看不着、碰不上的地儿，要不然呢，它宁可饿着。
说这人老了真没劲。年轻的时候啊，这整天的出汗，这上点岁数，裂口子了。装睡呢吧？干嘛？叔，你吃过车厘子吗？你说怎么分辨一个女孩喜欢你还是同情你啊？又给你送吃的，又数落你，你说她是哪种啊？雨洁，别闹！我看你这废纸的程度啊，我估计你也到了青春期了。你给我分析分析、啊。有什么好分析的？谁要是喜欢你，她才值得同情。嘿，怎么说话？该睡吧。来，给你什么呀？钱什么呀？给你报班那钱。我跟你说啊，甭管考得上考不上，至少咱使劲了啊，留级都不能留遗憾。这一个月白干了。这半年白干了，小伙子，小伙子，这个全是我的错啊！这话怎么说的呢？哎，你志愿填了吗？没想好呢。这有什么好想的？能考上就那么几所，你以为你有的选吗？我说的是，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参加高考。我特别不喜欢这儿，我现在就想离开北京，找个工作，再也不回来了。那，你家里人能同意吗？我妈早死了。哎，你叫曾龙吗？来一块儿吃，这挺好吃的。嗯，好吃。你小时候不就吃这个？你的宫保鸡丁。嗯，好。大国。嗯。咱俩差不多20年没见了吧？整20年。还真是哎，你说这老同学，20年聚会，嗯，你非要跟着我吃盒饭，委屈你了哈。哎呀，当年上学的时候，我查出肺结核来，你是冒着生命危险跟我一块吃饭，我现在哪有脸说委屈呢？我这张脸还是你给我的，你拉倒吧你！我那是傻大胆儿，我如果要知道那么严重的话，我才不陪你吃饭呢。红杰啊，我还得谢谢你这个车啊，认出了我，啊，要不然咱俩天上见了。
真是啊，说不准呢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。哎，对了，抱上孙子了吗？抱孙子。儿子倒有俩，老大呢也老大不小，该谈恋爱了。但是你知道现在谈恋爱得拼爹，像我这爹，要啥没啥，还一身的毛病。我呀，不想那么多。哎呀，哎，话说好了啊，这车啊，亲兄弟明算账，该多少钱多少钱，我出。我真得出。嗯，这样吧，你先把这收了啊。好嘞。好好好好。好嘞。哎，垃圾箱，垃圾箱。干嘛你？回头咱们只能天上见了。喂，还活着呢吗？少废话，你爱我进餐呢。没嘴匀给你，吃什么好的呢？像鲍鱼，也像海参，点口的。哎，你听好了啊，这回啊，初中同学聚会，这回我组织。这样呢，你挑，把咱当时玩的好都叫上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啊，这同学聚会是不是你们有钱人特长啊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没商量，你要不来，我可带你初恋去你被窝里堵你去。地儿呢，我是选不了了。我就认识你小时候低三下四抄我作业那麦当劳。哎，行了，别废话，电梯来了。哎，你好，我看你们挺辛苦的哈。还行，也就赚个辛苦钱，肯定跟您这种坐办公室的没法比。哪像你说那么惨呀？确实挺惨的，好端的腿一个月10000到头了。赶上我俩月工资，合着我最惨。穷儿王自幼儿，许配赵家和众儿不认识，我怎么见他？贝子他妈呀，告诉你个事儿，咱们老宅子要拆迁了。这次好像真知道。你放心，只要换了新地址，我立马告诉你。如果没来得及告诉你的话，你就甭让孩子们跟咱烧纸了。我就在下边每天的陪着你。你那时候唱的是真好听。巧儿我自幼儿，许配赵家，我和柱儿为人师，怎能嫁他呀？上一次劳模会上爱只认一个呀，你说咱俩都走了，大磊子，thank you.
您说说，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啊，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，就像我的父亲一样。不，你父亲亿万富翁，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。叔，叔，你说你成，你成？这是亲爷俩，这是。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。是是是。我们希望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，哎，时间长就形成一种习惯。哎，对，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，都是不成文。进去给我把香油拿出来。就比如说啊，您说，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？小姐姐。哦，管好看的叫小姐姐。对，那要不好看的，不好看的啊，那就是王姐、赵姐、李姐。我出去一趟啊，啊，哦，别忘了回来吃饭啊。好嘞，你干嘛去？尿急，你不低俗，老大。哎，你给我倒杯好喝的。好嘞。什么味儿这是？啊，抠脚了。我让你抠脚。嗯，还喝不喝了？不喝了。我说老大，哎，冰箱里的罐头啊，你得赶紧吃啊。哎，还想说您这事儿呢。您说咱这黄桃吃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您老为了要俩罐子，肚子都不要了。我也不是，只为了要那两个罐子。多吃甜的，养肝儿。这中医的都是在论的。那也不能老买您气的呀。你们嫌弃啊？我一个人吃，我把它全吃了。我天天吃。哎呦，我肚子都不允许了。哎，老大，上完厕所。在街口站一会儿，放放风，放放气儿啊！臭死每次。什么时候学会的？没几天。要不要？不抽，以后也不抽了。我问你要不要纸？等会儿，抽烟伤肺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在门口站会儿再进去啊！老爷子对你也没这味儿了。你的补习班报了没？嘿，我跟你说啊，你报没报我一查我就知道。我上你们学校我查你去，我跟你说，我问你们老师，你可别告诉我你跟那个小板砖，你那小崔本拿着钱出去又造了去了啊。我跟你说话呢，秋叔，秋叔，你个臭小子，秋叔。
也行了。大磊子，哎，小叔，小叔上学去了。您找他，我给他打电话，让他来。不用不用，不碍大事，让他好好上学。这次可真是演砸了。这人痴情啊，本来不想让你俩知道，我就想悄声的、利利索索的走，这倒好，还悄声的。都成敲锣打鼓了。您可真是条汉子，是不是特疼？疼什么？疼不疼的，习惯了一样。甭背着我，替我安排什么后事。我自己干的事，我早就安排好了。我选了一块风水宝地，好着呢，您甭瞎操心，啊。但有件事你得给我记着啊，在我那车座子底下有个包，那包过去是跟客人呢找零钱用的，你见过。包里呢有两张银行卡，是你们俩的名字。这些年拉活筹到人的份子钱。还有家里的日常开销，剩下的钱呢，一人一半，我都给你存在银行卡里了。密码呢，是你们俩的生日。这些钱呢，都是救济用。您别说了，赶明儿出院了，您自己给我拿去。我的小说。一百个放心是因为我走了，他有个沟沟坎坎的，还有你这个哥。可是，大磊子，我走了，你还有谁？能去哪儿啊？除了跟我回家，哪儿都不要去。鸽子都去哪儿了？我记得小时候咱家胡同里的家家都养，怎么就跟商量好似的都不见了？我记得鸽子屎最多的就是咱胡同口那老张家。说这鸽子也真会拉，就往这老张头的那头上拉。病人已经器官衰竭，并由于不同程度的神经损伤而导致肌肉抽搐。这个时候啊，咱们只能让病人少受点罪，减轻点痛苦。小硕这孩子挺聪明的，得让他参加高考。甭管考上什么，只要他肯学，他现在还小，但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。不想让他后悔。
还吃吧。叔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老邱病了，肝癌晚期。就是这两天想回来，有点困难。我只是个临时工，这两天他就回来了。多吃点儿，见不着你，他连个念想都没露。张大夫，你好。你好。对，你帮我接着请假吧。我真走不开，你开了我也去不了呀。大雷啊！哎，爸。这是我们车队的李队长，叫叔。叔，您能再给我5分钟时间跟他待会儿吗？磊子，叔不能让你接手这车，你爸特意嘱咐过，
说不让你干这行。有粮食吗？困得不行了。戒了，怎么刚学会嘬两口，跟吸了毒似的。秋硕，你什么都会了是吧？你低下头好好看看卷子，你跟全班同学大声地说一下，马上就要高考了，你考了多少分？老师，我算了三遍，都是60分。您说您数学老师，这都算不对。你什么都会了是吧？好，起立，现在你去当老师，我倒是听听你会多少。挑会的说，我看你能坚持1分钟吗？哎，这个同学，别打扰其他同学上课，坐下。作为临时被指派的老师，我要发挥这仅有的权利，痛改数学课一贯拖堂的不正之风。现在下课。秋硕，叫你爸把你带走。你好，交点16号床的住院费。病危，血压下降，心跳薄弱，准备出站。医生，病人还好吧？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亏了包2万，1个月4800块钱工资，小硕1月吃饭400。欠巧巧3500，1个月就还他300。这俩人得饿死。老头，现在想想你是真不容易。
哟，回来了，叫人。哥。哎。赶紧，电脑拿出来。哇，新买的，最新款的 MacBook Retina 屏幕，挺贵吧？还行。哎呦，轻点儿，你碰我这新咯噔一下，10000多呢。舍不得，甭拿出来显摆，放你们家好吃好喝供上。得得得，你这人怎么不识道呀？真好。这是我18岁生日礼物，怎么样？好家伙，真香啊！哎妈，我跟你说啊，就这一锅肉，要是今天吃不完，留到明天都浪费你手艺。我明天打包带回家。王二郎给鸡拜年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狐狸卖什么药。您说什么呢？您瞧他说什么呢？甭管这话怎么说，我这一顿饭吃不完，我翻八顿。我就是到了，你也甭想该楼的西屋去。哎，您说您这老太太长得这么慈眉善目的，怎么说话就往外头奔石头子儿呢？这孩子这怎么说话呢？你妈妈呀，她是刀子嘴豆腐心。哎，你不信你拿个大碗去，你妈还得把你盛呢。你说我给你养那么大，我费多大劲呢？哪儿哪儿都随了心愿了，哎，就你这眼，哎，你眼大无神，睁眼瞎呀你！哎，你说那现在那叫家吗？那整个一孤儿院，尤其那弟弟，那眼睛都透着一股狠劲儿。哎，你要嫁过去，你是给人当妈呀，你还是当那案板上的脱骨带鱼？你说话真难听，我不吃了。哎，行，斗斗嘴得了，这不吃饭可不行。我觉着这哥俩呀，嘿，挺好的。你们这代啊，都是独生子女，那多一个人多一把子力气呀。你一边待着去吧，你们家是兄弟媳妇鼠蛇一窝，那有什么用啊？还不是照样树倒猢狲散。乔儿，你可不能踩着妈的影子走啊！这人得往高处走。哎，说到这儿，我想起来了。哎，那吴阿姨说啊，总行有个小伙子，这嗨，这死丫头皮大了是不是？哎，滚！都是你惯的。哼，都我惯的。这不都是因为您吗？嗨，这吃饭不就吃饭吗？您专捡孩子不爱听的话说。哎，你就忍心看着你闺女毁在这一亩三分地儿上啊？是你亲闺女吗？不吃了。不知道你来啊，可丁科毛买的手擀面。你凑我来点挂面吧。哎，你别说啊，这么多年没来，顺这潮味儿啊，还真让我给找着了。你家老头说了，这人活着就得接地气儿。这加湿器啊，哪有天然的好呀？你别说啊，真他妈香，有你们家老头啊当年那味儿。哼，吃一顿少一顿喽。挖你来了，去我们家那工地给我盯着去呗。老邱这一走啊，我怕你这弱不禁风的小身骨挺不住这大家大业。不去。给我干就是给咱家干，没什么抹不开的啊。那我也不去。我干嘛你就干嘛，没人管你。
特别自由。吃完没？得，我多余。但是这话啊，我不收回，就撂在桌子上。哎，行了，吃饱喝足，脚底抹油了我。你慢着点啊！请不起家教，我给你辅导辅导吧。数学不会，化学不会，哎，英语可以试试。在旁边，沿着边走，在他身边走。哎，这除了中文不会呀、啊，历史行，历史我感兴趣。18世纪时，法国是欧洲典型的君主专制国家，社会矛盾尖锐。以封建贵族和教会为代表。哎呦！啊！哎呦！11点了，我去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，刚才我们在没事儿，车上摔了一跤。那你俩不说打个车回来啊？啊，就这么一路回来的，你不怕把这好腿也给我折腾坏了？哎，不对，你给我说说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到那儿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。我说了没事儿，你还挺犟。行了，你也别送了，这么晚了，你们家人也着急，该回去吧。啊，行哥，硕儿，明天用我帮你请假吗？不用，我送的，腿残又不是脑残。你慢点啊。行哥。你一会儿跟我好好说说，你别管我。崔总，我这工作真不能丢。磊子，希望你理解公司处境。但凡能扛得住，肯定不会劝退老员工。这么着吧，公司会补偿你2个月的工资。哎，女士，您的外卖工资呢？我看你们挺辛苦的哈。确实挺惨的，跑断了腿儿，1个月10000到头了。
能行吗？来，不客气，坐稳了啊。这挺贵的吧？电脑啊？不贵，你也忒瞧得起我了吧？5000出头，你的成人礼。哎，对了，叔，你跟我换工作了啊？预计收入不菲。你这一没上过大学，还收入不菲？哎，你不会做违法乱纪的事儿了吧？这不会是赃物吧？不要你给我，拿了，臭小子。哎，老板您好，取个单，163号。地上。谢谢啊。哦，起火。得嘞，谢谢您啊。地上还两桶水呢。哦，接着我 ，come on， 走你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接着。哎呦，哎呦，厉害厉害，好有根。接住吧你！哎呦，哎呦，好根！丢谁呢？怎么的呀？丢你呢？你丢我一下试试？怎么了呀，小橘子？回家呀？回家找妈妈是吗？哎，对，数学老师怎么说你来着？你在这里就是浪费教学资源，你知道吗？吓唬谁呢？吓唬谁呢？来啊！阿哲，阿哲，师傅，楼梯在哪儿啊？大姐，你能住再高点吗？秋硕吗？干嘛呢？卖拐呢？哎，勾大腿，收！你再看！哎呀，不，我说秋硕，你都这德行了，你跟我拽什么拽啊？啊，有能耐你打我呀！来，打我！哎，哎哎，秋硕，注意一下你的腿，注意身体啊！拜拜，自个玩啊！没事吧？那我先走了。走走走走走走，不要去。想明白没？没想明白就是一直站着。我告诉你，秋硕。这幸亏玻璃碎的时候楼下没人，这但凡楼下要是有个人呢，
你就摊上大事了，你知道吗？这玻璃值多少钱？嘿，我先还你一千，外边慢慢还上。你挺能耐啊！哎，老师不好意思，老师不好意思。来了，你怎么叫他来啊？嘿，闭嘴。老师，给学校造成这么大的损失，绝对是我的失误。您说，就是咱怎么处理这臭小子？这个怎么处理，咱先不说啊。咱们高考班呢，压力大，咱这也都能理解，是吧？但一时冲动的行为啊，很可能会酿成大错。您说的太有道理了。这么着，这玻璃咱必须得赔。一会儿我就把这个换玻璃的钱先给咱学校填上，啊，咱别耽误了孩子学习。这个行吧，那就下不为例。哎呦，哎，老师，麻烦您跑一趟。理解万岁，理解万岁啊！真是给您添麻烦了。行行行行，回来吧，走吧。你慢着点儿。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你是不是在你们学校都有了名了？谁都怕你。你真都快成英雄了。赶明儿啊，我得在你抱着这盒子里的多放点便服了。我看这发展啊，少跑不了学校。你问问我是不是都搜了？这就是你说的收入不菲的工作。别打岔。你哪来一千块钱呀？是不是我给你报班那钱呀？这种班不如不上。你说什么？哎，几点了？七点半多点儿。哦，待会儿要见个家里人。哇，牛！你嘛呢？看看你这龟啊，真是家大业大啊！坐。什么事儿啊？找我这么急？找我借点钱，五千块钱，欠条，签字画了押了，你瞅瞅。券啊，是一万，没有五千，凑着，我也好记。得，兄弟，不多说了啊，谢了啊，我跟你这儿不多待，我这活儿见天吃饭，时间就是金钱，先垫了。哎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老家狗啊你，劳您见啊，我这儿呢，还有几身衣服，没穿过几次。这我不健身瘦了吗？穿不了了。哟，您顺手帮我带走。要不说你们这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啊，这衣服都跟新的似的。得嘞，就当我替我们家硕啊，捡个大便宜。你看看你，都晒秃噜皮儿了，图何许啊？哎，这年头啊，有人是靠粮。后人是为粮活的。喂，你好，哎，王老师。秋收叶和同学起了冲突，把人家手机给摔得粉碎。你明天务必来一趟吧。哦，给您添麻烦。你们赚钱比我们赚钱容易点吧？嗨，我们这些代驾都是顶着自己承担不了的代价在干代驾，也没什么生存技能，
要不谁干这个？嗨，咱也就是一个白班，一个夜班而已，我也就是熬不了夜，要是能连轴赚钱就好了。第二这道习题，第一小题，求括号一加二 x 的七次方的展开式的第四项的系数。来，我们看黑板啊。哎，师傅您好，代驾，取一下6184。哎，好嘞，谢谢您啊。哈，真牛！哎，大哥，你也属虎，我也属虎，咱俩就是两只老虎。跑得快，你跑得肯定比我快呀！虎哥，你可千万别给我找麻烦啊！就一会儿我就送你回去了，你可乖乖的。是跟老邱那车不一样啊，哪哪都真皮。哎，你好，师傅，荣小区。哎，好嘞，您坐好，我们出发了。我干嘛？哎，姐，我看您眼熟，我之前我记得给您送过外卖，有一次您家那电梯停了，有一小伙子爬了27层，累得跟狗似的，您最后给了我一健怡可乐，我都没敢要。想起来了，不过你这业务覆盖面倒挺不小啊。嗨，多才多艺呗。您钥匙，回见啊！健怡可乐。哎，姐，这有名片，我这人应酬比较多，回头有事我给你打电话。好，来拿上。哎呦，姐，您这怎么话说呢？您拿上，拿上。哎，今儿我这活可是赚大了啊！得嘞，那我先谢谢您了啊。欧阳慧。
哟，你这拯救地球去了，还是当猫头鹰给人值班去了？姑奶奶，大早起来不睡觉，撒什么腻着呢？你躲开。秋蕾，你这身制服挺酷的。嗨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你又要给我一顿臭骂。得，赶明儿你要觉得帅，借你穿两天啊！赶紧回家睡觉去。我先走喽。也是，我今晚上还要相亲呢，得回屋好好打扮打扮。真不让人省心！我今晚上还要相亲呢，得回屋好好打扮打扮。躺好了吧？吃完了都不知道扔，等着谁伺候你？听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一天忙来忙去的，顾不上你学习。但你自己，你自己你得知道学。别老跟他们出去瞎跑去。你听见没？老邱那酒壶呢？你看见没有？没有。掀了门了，长腿了。叔，把你那电脑拿来，我使。查点东西。你要干嘛？我能干嘛呀？这两天老跑冤枉道，这地图我多看看。赶紧的，着急着。你自己下个 APP 不就行了？电脑卖了？卖了？为什么呀？老死机。拿去修，人家说修不了。卖多少钱啊？比买的时候没赔多少，2000出头，先给你放抽屉了。钱你自己留着吧，我走了。姐，你这酒量可真行啊！我估计一般人是放不倒你。我就吃这碗饭，
你不好奇我到底是干嘛的吗？我们家老爷子打小就用大耳贴子告诫我，这做人啊，多管闲事多吃屁，少管闲事少拉稀。对了，姐，你还知道北京有这犄角旮旯的地儿呢？我呀，就是觉得这儿舒服。但凡穿着小礼服，蹬着小高跟，喝酒得分杯子，吃饭不超过两口，那都不叫放。在我眼里，会议室工作餐。没毛病，我太赞同了。就您见天吃饭那地儿，甭管吃什么，就是从后脊梁骨往下咽。我没钱，我打小就穷。我们家住那房子可小，小的啊，这个饭盆跟尿盆都能往一块堆里放一样。但我现在想想啊，我们家老爷子做那炸酱面，真香。苦中作乐。这人要是真苦啊，就哭不出来。我特简单，我就想多挣点钱。我这辈子是跟钱着了大急了。我们家老爷子走了之后，我就一滴眼泪都没流过。现在想想，我跟大白眼狼似的。你说他要是……我知道，你说他得多伤心。吃点正经的，没事，姐，应该。您的串儿，哎，大哥，哎，谢了。还有找您的钱，哎，好嘞，哎。谢啊，师傅。小蒋，这么晚了，让我送你进去吧。上来，给你弟带吃，你甭忘，拿着。哟，认识？行了行了，你进去吧。不用你送。我自己有腿。装什么装啊你！你丫说谁呢？你再说一遍。拉你的代驾，有病吗？走吧。解释一下。他呀，没什么好解释的。打小一个院长大的发小，本来就什么都没有。行行行，那带我参观一下你们这老院子总行了吧？行。这我们家老爷子之前挂了葡萄藤，这就是我们家一亩三分地。睡屋里来了，真行。进去坐坐。
喂，老公。啊。行，那我这就回去。赶紧汇报情况，怎么样啊？说了吗？不怎么样，开一破车连胡同都进不来，哪有送女孩不送到家门口的？算什么爷们儿？哎呦喂，哎，你住这鸡肠子地儿，你住上瘾了是不是？哎呦喂，我天哪！哎呦，赶紧起啊！别给我装睡。俗话说，马不吃夜草不肥。这辣椒面啊，都已经糊死了，我自己都没舍得吃，给你带回来了。赶紧的，出来尝尝。喂，你好。我是啊。我弟弟啊，我怎么不把房门也给你啊？我还朝阳分局呢。这骗子现在是多啊。小王八卒子，我整哪出啊又？哎喂，你好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您说您刚才是哪儿？老范，哎，我弟出事了。兄弟，咱小时候打架不都常客了吗？你怎么这会儿还紧张上了？废话。咱小时候打架能跟现在一样吗？现在打架就是打钱，叫你来不就是留一备选方案吗？你呀、啊，还真是我亲哥。孩子打架多大点事儿啊？没事儿。谁是秋硕家属啊？哎，警官，你好，我是。哎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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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呀说说具体情况吧，好吧？啊，好嘞。秋硕呀，有人家门口去了，监控啊也都拍下来了，下手还挺狠的，已经形成了轻微伤，啊，人家家长呢也来了，就在里边呢，啊，情绪啊挺激动的，这未成年打架呀，我们尽量去协调，对吧？哎，但是具体怎么解决，还要看你们双方。给你点个人建议啊，把刚才那一套东西啊。给人家用上，哎，你说是，这先动手了就是不对，就是不在理儿，对不对？啊，低个头认个错，消消火，这事儿啊今天在这儿解决了，别再放大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你是他哥，他监护人呢？都没了。哦。你是干嘛的呀？他也是我弟。那在里边说吧。给您添麻烦，没事。这人当事人家长啊，哎，叔阿姨您好，啊，这是秋硕的哥哥，你们先协商，有结果了叫我，好吧？哎，好啊。哎，警官给您添麻烦了，没事没事。我们家孩子跟你们有多大仇啊？先是摔了我们的手机，现在又堵在我们家门口来打人，要不是我们及时发现报了警，你们还不得给我们灭了门啊？叔阿姨。您听我跟您说啊，我们家硕不懂事儿，我不会教。您有什么火，您冲我来。马上要高考了，这么关键的时刻，不能因为一个楼坏了一锅好汤。养不教，父之过；
孩子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们家家长没有一个出面的，这不明摆着不管孩子吗？不能光生不养，你说对不对？叔阿姨，妈呢？双手合十，没到时候呢啊。您二老啊，情绪别激动，咱往好处想想。孩子这会儿啊，没在医院，您在这儿待着呀，说明身体状况还允许。都是半大小子，没打过架的呀，但是脑垂体发育有问题。那到时候啊，您不更得急了？您二位想想，开个数。那可是我亲儿子，哎，你以为你有钱，什么事都能摆平？哎，你这狗眼看人低吧你？就是。那得，钱你可以一分不要啊。咱们这个事儿就走法律程序，但今儿晚上，两位未成年的少爷谁都甭想出去。哎，你讲不讲理呢？十万，哎，少一分都不成。十万。哎，叔不对，人刚才警官都说了，就一个轻微伤，您说要十万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？合适。别，卡号，卡号，哎，开户行。哎，小子。然后呀，安安静静带你家少爷给我走。小子，我就走。哎，不是。我就这么饶，一分不少，不能饶了他们。十万。咱俩回家再说啊。你为什么给那孙子钱？我没说你，你倒埋怨起我来了。你拔去。哎哎哎。刚才看你那背影啊，特像我妈，都有母性的光辉了。甭管他，跑不出这四九城。老范，十万块钱对我来讲不是个小数。女佣，我慢慢还你，行吗？行。我死，你要是还没还清啊，就烧给我，就当还了。要是咱俩都没了呀，下一代啊，还当兄弟？感情债。吃饭没？坐下。咱家就这三袋面，三个鸡蛋，还有这最后一点炸酱，都在这儿了。这酱是我爸炸的，你今天不把它吃光，你休想走出这个大门。秋叔，我哪儿对不起你啊？你怎么这么瞧不上我呀？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是独生子女是吗？打小没了妈，我妈也没了呀。有的时候我真挺恨你的，我就一个父亲，还得劈你一半。打小我玩具就不多，
你来了之后全他妈变成你的了。青叔，我问你啊，这世界上还有你不敢闯的祸吗？老邱临走的时候最放不下的就是你，临了你连个爸都不给他，你行啊？你不是想走吗？想离开这个家，离开北京。好，现在收拾你的东西给我滚蛋，我再也不想见着你了啊。我现在就当着老爷子面前，我对不起他，我对不起他临走之前给我的遗言，我对不起巧巧。到现在了，我瞻前顾后的不敢跟人说一句我喜欢你，我更他妈对不起你。我不配当你哥，我也当不了你哥。老头儿给了我两张卡，一张是你的，分毫没动，我这张早赔给你了，我早他妈赔给你了。我摔手机是因为他看不起咱们，我打他是因为他看不起咱家，我知道我欠你们的，可我不喜欢学习，更没想过出人头地。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连活成坏人的资格都没有，活成好人就像你一样。好，啊，秋硕你说的啊，你不走是吧？秋硕，我走，你可千万别活得像我一样啊！走了有仨月了吧？我离您近了仨月。爸，您想我吗？我特别想您，您给我托个梦行吗？我找您去吧，我太累了。最开始我就答应人家，我没让人家改名改姓叫我爹，身份是自然的。说他妈来的时候让你叫个阿姨，你不也是扭着个脸子吗？儿子，你呢没给我丢脸，哪哪都像个哥哥样。爸，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给您当儿子。下辈子您给我留个地儿，我还给您当儿子。
我吃完早饭去上学了。猫，我早上喂过了。胡同口的流浪汉没出哨，带远房亲戚游长城去了。他就是个骗子，也就是你哥傻了吧唧老给他钱。嗨，我不怎么会说话，脾气臭，字也写得丑。见着你就更不知道怎么说人话了，可我挺怵你的。尽管在别人眼里你是个怂人，老邱和你都是好人。哎，有小偷！无论我闯多大的祸，怎么回事？你们从不问对错，一直护着我。还有，咱爸最后一面，我见着了。我不是白眼狼，我是他儿子。银行卡是老邱的，也是咱家的，请你替我保管。你要是还生我气，你就打我一顿，出出气。但是，等我高考完，可以吗？这字写的也忒难看了吧。都别说话了。我在背单词呢，多谢各位配合，容我请大家喝汽水。每次都从睡梦中醒来，开始日复一日不停奔波，回来了，但却淹没在喧嚣世界。来，给你背着了。好想背着今儿的，背着前两天的。外婆抓住我的手对我说，擦干眼泪继续坚持你的梦，不要害怕失败。你跟谁学的？自学成才。即使跌倒与流泪，谢谢你的 yes ok。 怎么着大哥，我说晚上开车别犯困，你可别把人家豪车给刮。咱家现在可欠一屁股债，起奏牌，去，拜拜了您嘞。无私属统张高秋，到北京您就必须得吃烤鸭，那你得常吃，那玩意儿吃了长生不老。叮叮，不跟你去生活，伤害了爱我的人，因为过分的自我，不能去改变，越来越强大，不想成为别人口中的笑话。亲爱的妈妈，现在我已长大，更唱出我的歌。我经历危险，我接受否决，都没有改变我对音乐炽热的一切。就算全世界都在嘲笑，无所谓，哪怕只剩一个人支持我去追。即使跌倒与流泪。哎，大哥，我想问问你，谢谢你的也想切雨 F 射切。大哥您听我的，你可千万别吐啊。我去，幸福一直在周围，对自己欢呼。这人不能置气，您看我呀，活得跟二逼似的，挺开心呀。即使跌倒与流泪，谢谢你的 yes ok， 幸福一直在周围。嘿，对自己欢呼。你说这不能啊。即使跌倒与流泪，站起来说 yes ok， 幸福一直在周围，对自己欢呼。来说，
还有3天就高考了，辛苦了这么久，就为了这一仗，打赢了，啊，你就自由了。你也啊，让我轻松2年，最好你不上外地上大学去啊。那我要是没考上呢？那你就再虐我一年呗。但我估计你聪明劲儿问题不大。行，瞧好吧，去吧。好好学啊。哥，想不想有个哥哥呀？想。太好了，等到了家呀，就有小哥哥陪你玩了啊。累的话，我背着你来。回家喽。厌不厌弃？顺儿呢？顺儿，快来，拍照。笑了一下，看看自己年的变化，不想再看到爸妈因为钱而害怕，请别再担心你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，让我张开翅膀勇敢面对未来，在无尽的黑夜我在跟他对白，他告诉我人生该怎么样去起跑，用行动证明不只是怎么那么久时间，现在的生活也让你很累，放手一搏，我知道我今儿给我自己放个假，请你看场电影，可我在这个时代只有梦想难得可贵，何必去在乎会不会跌倒，我也知道你必须要解决温饱，每一个清早不会灭的台灯，他会陪你从黎明直到黄昏，对所有事物都失去了兴趣，对于未来我根本不想继续，如果让我选择我选择放弃，都庆幸我既然没有输给抑郁，如果天空多出一份色彩，我想停留就让我漂泊四海，没有任何行囊也没有行程，淹没在人群做个普通行人，我曾经差点丢掉我的自尊心，此刻我的每句歌词自真心，让我们此时为过往干杯，如果有一天将要彼此单飞。